Check the mic and make sure it sound right, boys. 大家好，我是 Brown， 欢迎来到维新教室。今天来为大家介绍三支哦奇奇怪怪的酒。第一支是 Jim Perry 出的哦 Negroni， 第二支就是 Havana 七号酷狗。酷狗它是苏格兰威士忌40%，我们的 Negroni 呢26%，调好的极饮款。那我们先来 Jim Perry 好了， Jim Perry 的内格罗尼，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味道，内格罗尼，人生的苦味，一切从简。这一支我买是750，那个某人出的那个莫希朵，750，800块啊。这一支内格罗尼，我觉得它的琴酒味比较少，还是少，要喝多吗？我在家直接干到60。跟酒鬼不一样。琴酒可以建议多放一些，让它琴酒香气更浓。而且我们先喝个纯的原味。马上来喝喝看。没有很苦吧？不会，这次不会苦。我觉得比较可以喝啦，应该是说平常觉得如果那个Negroni太苦的人可以买啦，因为它琴酒味道其实就像你讲的，琴酒味道没有很多，因为它调的比例不一样。因为我们调的话更烈，基本上是更烈，因为我们是1:1:1。对，一般调都是琴酒就还蛮重。苏夏哈密瓜伏特加风味酒瓶子是很好看，所以想试试看的人可以先从这一支开始啊、哦，你是买一支你就先试试看它的味道。对，你先试试看它的味道，然后你觉得喜欢，你要再挑战重一点，自己再去另外买清酒 Kim Perry， 然后再买一个 Rosso Negroni。 你平常喝都是喝我调的，你先喝喝看它调好它调好。对，你是做好了放在那一瓶里面？不是啊，不然嘞，就是 Kim Perry 调好的，他尝到自己那个，对 Kim Perry 调好的瓶子蛮好看的，就是没有到说那么苦啊，你还好过头轻。看到很多人家评论说好吗呢没有很建议买。对，他跟那个我看到有一篇文章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部落格啦，他好像类似那个媒体品酒媒体之类的，然后就说建议的 run 里面他的分数他才给他2分，巴卡迪3分，他就是一个原酒，应该不是原酒，烈酒，而且每个人喝起来的口味都不一样。对，就是我可能喝出玉米味，或是喝出甘蔗味，或是什么什么味，然后别人喝着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有花的味道？怎么会有水果味？比较客观啊，跟我后面那只包好像。哎、欸，它闻起来味道其实跟北海巨妖那个大壮的味道很像，很像，桶味重很多。可是它是Havana的 rum 的味道，然后桶味很重，就这样、没了。尾巴还是有它带的蔗糖的甜、尾巴是，可是很尾了。甘甜甘甜感，不是说甜呐、不是死甜的 ，Renko 没有桶味了，你可能就比较单纯的那种 Rum 味道，然后这个你去调，它会多一个桶的香味。那你觉得有网上说的评价这么低吗？对你个人而言的话，对我个人而言，我不觉得 Havana 这么差、对，所以他讲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客观。因为我自己觉得要公平的看待每一个酒厂，我真的试了我才知道。那而且他的评论代表可能是他个人的喜欢与不喜欢而已，对，那我觉得都还好，这也很适合拿来调酒啊，他也有桶香啊，也不会比巴卡迪差。巴卡迪的优点是哪里都买得到。那你觉得他跟周杰伦比呢？跟周杰伦比，因为不同等级啦，那我觉得杰伦啊，杰伦就不怎么好说、不会难喝。对，杰伦的包装就是送礼自用两箱，然后它有白巧克力味，最后又回那个黑可可的味道，很算是很甜的，也是适合纯饮。可是如果要跟北海巨妖的，目前的第一名还是北海巨妖吧。接下来这个、最近狂打的啊，酷狗。可是很多人都讲 Highball 适合用日本威，对。我也想买一支日味，比较走清爽路线吧。对，果香很少，然后麦味就是一般的麦味，比较重。拿来跟三色猴子比啊，我其实蛮想知道，三色猴子比较酸。我那时候喝，我觉得三色猴子比较酸，一喝就知道了。
尾巴，这不会难，不会难喝啊。干，我停顿一下，再想他讲什么。不会难喝，它的喝起来的感觉对得起它的价钱，它可以。酒鬼是一大回啊。这些酒鬼他妈都很久没喝了，现在都比较保守，不敢喝。我可以在家里，我可以偷笑。休息啊！对，我在家乐福看到它很多汁哎、欸。我那时候好像看到很多口味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看到三个口味，一个是哈密瓜，一个好像是柠檬，柠檬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红色的，我有点忘记。千万，哈密瓜有点像那个哈密瓜芳香剂放了一个月之后的味道。干，后面也有胶啦哦。100 ml 的什么什么什么，再加100 ml 的什么什么什么，就会变成什么什么什么、哦、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。没有找我业配就不用讲那么详细。你溶水过后更淡，我觉得它少了很多东西，它太水了，不会到难喝啦。业配也要讲求真的好。对啊，反正是这样啊。我们要品质才业配哦。哎、欸，不是随便找我们业配，我们都要配哦。它不是说难喝，反正就是你喝下去少了很多东西，这样子的感觉，会有一个空虚感，就这样没了，是吧？对，没有太多的，你不会有太多的记忆点。你像北海居妖，我们一喝纯的，然后香草味很重，你从此就既定北海居妖拿到就是香草的香味重。我觉得这个喝下去，就这样。然后之后你可能再问，哎、欸，这支你有没有喝？我没有喝过这支嘛。因为你很容易把它忘记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试饮哈。如果大家喜欢我影片，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